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单元三哦，讲到的经文与结构，讲到的经文 ，OK， 第一，经文的重要性是在什么呢？我们看第一，经文就是加强给奖章有属神的权威，所以你的奖章啊加强，它少一个只是加给位啊，你放一个墙上去嘛。放个墙上去了，看到吗？加强，所以经文就是你的权威来的。所以讲什么，你讲什么主题都不要紧，问题是根据哪一个经文，而这是非常的重要。然后第二，经文可以使讲章有统一性，经文可以使讲章统一性啊。第三，经文使讲章避免重复同类重复同之类啊，就避免重复 ，OK？ 没有雷同可以用的，雷同啊，雷同之类可以用啊，重复雷同之类啊。那么第四呢，就是经文能够激励讲道者勤奋的追求。当你读到经文的时候，这经文呢能够挑旺人，鼓励到人。我们来看经文的选择，经文长短可分六种。第一，以一节为经文，一节这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它简单，而且经文很短，然后不受限制，而且可以自由，不受这个传道人就不受到限制，所以他可以自由发挥的主题。第二，以几节为经文？几节为经文，这样必须要相关，不能应酬啊。这你用不同用几节经文放在一起来列出你的大纲的时候，来做你的讲章的时候，不可以应酬啊。就是你要看那个经文的上下，你用不同卷书的经文，你要这样子做。第三，是以一段为经文，一段啊，五节啊，六节啊，或者是七八节 ，OK。那么这个整段的解释呢，能够增加研究的技巧。因为整段呢是比较研究性的，要考察到它的背景，考察到作者到底要带出些什么重点和目的。那么第四呢，以一章为经文，就是解释这一章的中心思想。一章 one chapter。Okay， 所以每一章都有它的中心思想。第五，以一卷为经文，以一卷书为经文，最好解释书的重点。就好像马太福音，它的重点是什么？以赛亚来了，以赛亚来了。那么约福音呢？讲到太初有道，然后它里面呢很多很强调的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生命的光，我是生命的粮，都有它的重点。若以几本书为内容的话呢，就几本书为内容的话，就讲代表性的重点。刚才讲做一个就是第五是一卷书，就是讲到是讲到书卷啊，书卷的书，像保罗的书信，就是简易的书信，解释这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个哥林多书，因为有人拜偶像，因为里面有一些别的福音，所以保罗写这个。这卷书的目的是什么？
若以几本书为内容的话，就代表性的重点，就是刚才我说啊，马太福音，哦，这是讲到弥赛亚要来了 ，OK。第三，经文的应用性，第一，马嘉慧来读。根据性，笔触经文，此处经文乃整。整篇信息的主要参考以根据OK 根据 OK 比如讲到爱上星期是吗主人讲到爱是不是讲到爱它是根据约翰一书是吗约翰一书它是根据那里的经文讲 OK 第二引用性美云引用性，此类经文是被引用进一步了解释根据性经文。嗯，明白吗？引用进一步解释，给你引用什么经文来根据这个你讲的主题，你用这个经文是怎样用，然后有解释的。OK。第三。证明性有关经文是用来加强或支持根据性经文。是你用一个经文 support， 然后你觉得不够，然后就再用多一个来支持 ，OK， 这加强不能加强才有说服力，讲到最终是有说服力。然后艾琳第四，应用归纳。性经文来作为结论，也可成为一种呼吁和挑战。归纳性经文来作为结论，也可以成为一种。那个归纳性经文就是说新约的经文。你用的经文，你所用三四个经文不同的经文，然后你归纳起来。都是一样的。一个重点。一个重点啊。就是。讲到爱，不是连接真理。好像。哥林多前书。像十诫旧约讲到十诫很多经文新约也讲到然后归纳出来那十诫是比较一致的好像有一些你用经文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不同卷书的你就放在一起的时候你要归纳出来都是一样的它的重点都是一样的这个要看你 的研究和上帝给你的启示不然你很难归纳不然你会看到很多点但是它重点是哪一个你抓不到因为你用很多经文的时候你会乱这是它的坏处啊第四选用经文的原则第一找出经文的目标记录读经的心得找出经文的目标大家都会啊我学过了第二把灵修所读的经文重复思考与圣灵沟通求他光照如何浅白的应用把灵修所读的经文重复的读 OK 你读了经文重复的读讲方言最近把读的书来告诉你你要讲方言一直讲方言然后一个思想神的话一直重复那么神呢圣灵就在你的里面运行向你动工圣灵就是保卫师就是帮助你们明白上帝的话所以那本书呢基本上那个那本书昨天麦克在我们看了它基本呢基本上呢它可以说是一个浅白应用等一下就是那本书呢它在方言祷告的时候呢它可以领受神给他的启示那神帮他解经要神这样讲这句话你看到吧他不用翻细经不用翻细经不是说他没有研究他是有研究但是他在读经的时候他有很多的经历他以前读了很多细经学怎样去研究这个经文但是他在灵里面祷告的时候因为他想不到神用另外神的解释是另外一种方式所以他就领受了所以读经真的是可以的经历上帝不是这样读了来什么问题来
求他光照如何简单应用啊，明白了吧？给神启示你，不是给你知识的了，而且要你活出来能够去运用。第三，所选用的经文应该先感动你，要消化了才能够才能晓得应用，让人明白。这是传道人最大的挑战，因为每个星期如果你要讲道，而且你是你经历的神，你经历神还不够多，那当你讲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可能对你很大的挑战，就是说你讲到啊医治啊医病啊神迹啊，哎呀你好像没有经历到，所以你就觉得好像缺少了一些力量这样子，这是传道人所面对的一些问题。虽然有感动让你讲，但是那经历也是很重要的。第四，按会众的需要而选经文，让他们感受到神正对他们说话。所以为会众祷告，让上帝帮助你，让你呢要用什么经文来对会众讲话。第五，选用的经文要和时间、地点和环境。所以这个是要对会众呢的需要敏感，你才能够做到。Okay. 选用经文要合适，就比如什么呢？叫丧礼。丧礼的时候哈、啊，对对对，丧礼的时候用的经文，可以。来第六，让 Esther 读一下。不要选用与讲道不相关或配讲题的。题不相关或配合的经文，这是很重要的啊。你用的经文如果不配合你的主题，它就变成像摩拉拉这样子了。比如说有一个牧师他曾经讲一篇道，他是讲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教会呢要 upgrade。要现代化，啊，要现代化，要有进步，然后青少年的聚会呢要有 spotlight， 他的歌要有节奏感，很快一点的、那他就用了一句经文，就讲到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的变化，明白？不明白，圣经有几句话讲到心意更新的变化嘛，连心意就要更新。但是他没有读到一个经文，就是不要效法这世界，他和上下文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嘛。所以他只是用一边，然后他讲，所以就没有那说服力。然后你遇到一些老茶，他说我错了，新人。有一节是诗篇，每次讲。I want to sing to you a new song 常常都来讲。对，我是觉得这个 new song 是我们心意更新的。对，他是 new song， 不是那词。实际代表过什么？换来换去也是陶冶啊，羔羊啊，别的唱的心。你讲那个体验点，假如你心意更新，唱每一天都感动。对呀，所以很好的 new song。对对，他就带出了重点。对，一首歌你唱几遍，唱成一出不更新，不断更新。大卫那一句新歌，哇，就是每一天要写新歌，写来写去也是十字架恩典。讲变的是一样的。心意更新。所以当你唱的时候，心意更新，变化很好啊。我也从他身上学到。他是 great speaker 来的啊。不可以讲他。不可以讲他。我教讲了。是晶晶了，哦，你倒讲。OK。来第几了？第七来啊，主任读一下。第七啊，不要采用某段经文来指责会众。OK 啊，就是不要人身攻击这样子啊，指责会众啊。有时候你可以。下个星期不来呀。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子做啊，他们很感恩，就是。你再拿起那个麦呀、啊。
起来了，还不喜欢谁就那个顺了。那你过两个两星期，那个人没有摘啊，他就是一直射到你死架。以前我们也试过当场走出去了。是啊，哇。对，他拿走出去，好像公司吃饭一样。他这个还要很小心，因为他敏感的吗？可能神要他讲，神要他讲也，神要你讲福音啊，不是一直在骂人。不能骂人，你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啊，一直在口神吹那个人嘛，私底下跟他谈嘛，对啊，那个福音来变成。不要骂人，除非呢，除非带着上帝的能力了。OK， 偶尔啊，除非你是这个。我觉得上帝的能力啊，骂人呢是有所福利的。我都是因为每次都这样啊，习惯性的嘛。这个人我不修，那我就来了。要很小心，要很小心。你自己会知道的，那个讲的人啊，自己会知道的。多一点就好了。避免翻页太多处的经文，阅读太长的经文，找错经文或读错读或读错字，又看不懂错字啊，读错字了，读错字啊，读错字啊，如果有太多的经文，就尽量呢，你放上去可以，不过 highlight 起来， highlight， 然后浓缩这样子讲。把重点讲出来，你可以放了很多经文，他牧师都放很多经文的，然后你就把它补充啊，还赖起来，还赖起来，这样子讲可以。那么太长的经文不适合，然后太多的经文也是不好，太多的经文教导就可以了，教导啊。所以有时候对一些不同的人的讲道会有影响，有一些是比较教导性的。包括我的朋友就是这样子，包括很多经文的比较教导性的，那有一些是不喜欢包括的，那就包括会限制到他不能讲到，然后有很多方式，那有一些像我这样子刚要看这个看讲章，因为太多东西，如果因为准备的太多了，就是要看讲章，就是没有办法。还年轻吗？对对对，再两年、三年是不同的。那么第九，来继续。若要会众读经，避免使用一二三，最好能以请会开始。所以你讲到的时候，就是要读经文了。来，我们一、二、三。开始读哦，开始开始了呀！不要这样一二三啊！我们来一起读，这样子开始就可以了。对，那是小组 OK 了。小组 OK 了，读经一些。但是你这样子会习惯还是偶尔啊？不要了，不要用一二三，直接开始。因为他们读都读不准了。一个开始读就大家跟着。不要讲。如果读了不准的话呢？读了不准，他们。更快更慢，我们要重新一起读，不要读快，等 OK。那读经也是很重要的，来，请关一下，关一下，请关啊。讲真话。第二，讲章的结构，讲章的结构就是呢，它的轮廓和价值。啊？它的轮廓。轮啊。啊，轮，它的轮廓和价值。轮
轮过和价值。来，我们来看后面，你就明白了。是啊。对，奖章结构的重要，奖章结构能助人有系统记忆，有系统啊，易记忆，然后增加讲到的信心，然后避免重复的话。及均匀发挥情理效数系统，可以记忆发挥增加发挥情理效数系统啊，有效的效数结构，结构能助人有什么系统啊？系统有系统情理效数。然后记忆，然后增加讲到的信心，避免什么？避免重复的话。重复的话。及均衡发挥情理效数的话。情理效数。哪情理效数？重。明白吧？重复的话，像之前所，最后一个什么？情理效数呢？那这边情理效数，对啊。所以你的经文就是一个架构，然后你的讲到的大纲是从经文出来的，本身是有架构的，我就觉得来。也是有系统的啊，所以你看牧师很喜欢用押韵的啊，奉献的原则，奉献的意义，奉献的目的，对，奉献的好处、益处啊，它是奉献的，好了，赢了。啊，最重要讲的是打入人的心，如果太多的话，他们不能记嘛，所以你尽量简化，对。然后能够帮助你记忆，然后能够增加讲到的信心和信息啦，信息也是一种啊，能讲可以帮助到你。那么重复的话，避免重复的话呢，你如果你没有系统去整理的话，你已经讲完第一大纲了，然后讲到第二大纲，讲到第三大纲你忘记了，第三大纲是什么？你又讲回第一个大纲就 blur 了，哎，中文牧师再重复讲一次，会这样子。所以会有情况的啊，所以这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比较连同那种派系，这样子可以，诶，均衡发挥情理效数，可以有说服力咯。好，你比较如果有系统的话，你就比较容易记得，你记得你就有信心去发挥去讲。啊，你看牧师他不看讲章的好处是这样差的，啊，很多白灯出来的，啊，得演出来啊，啊，很自然的。表现他的感受，他的情理出来。那么如果是看讲章呢，是比较死板这样子。来啊，爱读第二。讲章的结构，讲章可以立为桥梁，引论如同桥梁的起点，本论如同桥梁，结论如是桥梁的终点。讲章结构包括主题，对，讲章的中心思想主题。讲章的中心思想。思想。他想要讲章就像一个桥哦，引论就是开头，桥的头。本论桥的身体，结论中心的桥头，中心的桥头啊，中心思想，主题是它的中心思想啊。OK， 第二经文呢，就是讲章所采用的
经文，讲章所采用的经文，用这经文 ，OK。第三，主题的浓缩比精华。精化与精化，主题的浓缩与精化，精神，精神的精，浓缩啊什么？与精化，浓缩情况。OK， 第五本论呢是讲章最重要的部分。第四本论。第四是开端，讲章是开端。第五是重要的部分。第六是结束。第三，结构的四个原则、未必点多就完整，有时点少反而更完整。听众所要的一篇道是有头有尾，不是虎头蛇尾。OK， 这个点了，画面不要太多，画面不要太多，除非很重要啊，除非很重要。可以，有时候大纲标题要三个，两个大纲，一个主题，可以。有一些人是讲一个主题的，哦，没有大纲，你朝着那个主题去发挥，也是有它的好处。第一来吧，来。传道人讲啊，讲章结构的一例同一次因。为信息内容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不不成面，不管不管不管他管啊，管哪样的，模拟我的语言，不管他长或短，内容主题只要一个，讲章才能有统一的结构。故此讲章开始时，你要把主题放在前面，特大章。带大纲写完后，看看全篇讲章是否统一。所以有主题，有大纲给你要你整理了，你过后呢，你还要看一遍，看有没有统一性。啊，你的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如果你是讲到奉献的话，你就不要讲到你太多离题，不要讲到耶稣在哪里。你奉献是奉献，不要讲到耶稣在哪里，是。没有关系的 ，OK， 明白啊。第二次序来。次序的意思是照着大小、高低、好坏等的顺序排列。次序是条理。也就是看看每个分段是否与讲章整体有相当的关系。分点的讲章就容易有次序，例如12章，12章细节，罗马书12章，12章细节，取12章十一呢？可难断均匀。因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它是有次序的啊。因群可以，首先因群，接下来什么呢？要心里火热，可以。然后接下来什么呢？要常常服侍主。
啊，你不要把夫士主放在前面先，然后啊，啊，我这啊那些英雄放在后面，明白？它是有次序的。行，那么你同时呢，在准备讲章的时候，你可以带出一个方法，就是方法来讲，就是对比。你可以讲鹰群的好处，鹰群要怎样服侍懒惰的人是怎么样对比。那么心里活着的人他是怎样的服侍的态度，心里人的人又怎样，你可以带出。可能你可以用一些例证，比如说鹰群谁曾经很鹰群侍奉上帝，他得到什么好处。那谁曾经很懒惰，但是他结果是怎样。那曾经有谁是心里很不火热的，冷淡冷冷的，还是他的生命带来怎样的结果。心里活着的人，我们看到谁生命改变，然后问题改变上帝祝福他，上帝买单。可以，那服侍主可以服侍，服侍的好处和服侍不服侍的问题。所以你带出的对比，所以你很多东西讲，就上台就不用怕没有东西讲第三，来就接下去。均匀，均匀，均匀的意思是讲章大纲的分段。大纲的分段，每段所占的时间和内容的重要匀，平均，重要性平均，每一段和每一点都要平均才好。每一段。大纲的分段，他们所占的时间呢，内容要平均了哈。OK， 那讲到平均的话，如果我有三个大纲，我要怎么分它时间呢？如果我的讲道是30分钟，10分钟，因为10分钟，10分钟，你呢？什么？就是说，如果我的讲可以，我今天我讲道是30分钟不能啊，可以，我有三个大纲，可以，我要怎样分配那时间？三个大纲，我就认为不一定，不一定，要看每个经文。OK， 经文，然后解释或者啥，内容是什么。OK， 佳慧，你认为要怎样？如果你要讲到30分钟，但是你有三个点，三个大纲，明白啊？所以你要怎样分配那时间？要怎样？不多少。他是说根据经文给你们呢，等下十分钟，你。哇，我也是像艾琳这样讲哦，我会看那个重要的，会讲多的。对，就是这样子了啊。OK， 就好像那多是怎样多呢？就好像姻缘可能一分钟，姻缘可能一分钟，那么可能第一大纲你只是讲三分钟了，第一个大纲。但是第二大纲可能比较重要，你讲17分钟。重要讲多少？重要这个重点你就强调，不要用比较长时间讲。通常比较重要的都放在最后，就像一出戏，最紧张的时候是在后面的嘛，没有留在中间，在前，没有留是在前面，一定是最高潮的时候你放最后面。对，第一大纲、第二大纲，就给他，过，然后第三大纲说你强调多一点，然后等到讲到一个地步，会众被感动了，然后你他们的心准备，你就停了，不要再讲，就结论，就收割了，收割了。比如说你传福音，那个人要信耶稣，他现在就要信耶稣，就要做解释祷告，你就跟他讲了耶稣啊，太空啊。刚刚回去啊，就那么详细说，对，不一样。第四，谁的时候？进行讲章的结构是从引论开始，就是这是小引，然后才进到本论。最后是结什么？结论，没有结论。结论啊，所以没有看到结论。结论有小引。引论是开始，小引。你还没有进入第一个大纲的时候，记得啊，
有一个小小名的，给他有连接了，有或者问一个问题，然后才带进人家进入那个第一个大纲。这个真的是要花时间。第四 ，Esther。悟道结构的方法，引论可以叫做小引，对，是一种开场法。引论不能太长。可以，引论不能太长。你可以叫做小引。小引啊，一样啊，是一个开场白。引论不能够太长。有一天可能你们被邀请到其他的教会讲道。可能你们被邀请到其他的教会讲道，才第一次到那讲话讲啊，那个新的教会讲道，所以你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哇，你讲很多那些跟讲章没有关系的东西，介绍自己啦，然后介绍自己是要，不过有时候很难控制到那个时间。你去个新的地方讲到人家不认识你，你要建立那个关系，用很多时间讲，听人讲榴莲，讲牡丹，讲会有这样子的问题的。所以最重要是强调讲你的讲，你要完成 ，OK， 不是要完成，就是你要你能知道你来的使命，就是要传讲上帝的话，也不能够太长啊，不要讲15分钟的引论啊。睡觉了。不会，引论通常是比较细的，比较细，所以你看他们会讲的太长，为什么很细？讲。不一些的引论要睡觉。这是看个人的问题。太好听了。如果你讲的明白清楚，人家会注意听；如果你讲的不明白，人家就不知道你讲什么。会有这个是第一次讲到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你来 ，B 来。本论是整篇讲章的主体是精华所在。接下来，任何道理都可以在20分钟讲完。对，任何道理都可以在20分钟讲完了。如果你20分钟不能讲完了，就是。请关一下。谁的手法？第三个。来。一般人喜欢把本论放三大段，但非硬性规定。对，要第三大段的啊。本论的每一个分点要统一，要有次序，要均匀，也要进行。另外在分点分段时应该简单生动正确，讲道是给人听的。你是对着人讲，不是写作文。作文就很写到很多东西，你这个人讲很白的 direct 啊，要生动要简单。第五来，分点简单就容易明白，生动就吸引人注意，正确的话就能把人说服。这里讲得很好，就是简单很容易明白咯，生动讲得有趣一点，能够引人注意，如果你讲得很正确的话就能够说服人。接下来，结论的引论力量不要太长，通常的讲章都是超了事的结束。草了事啊，轻轻猜猜也聊啊。因为他准备本论的时候，你会遇到这个问题的。你会觉得本论是非常的重要，你花很多时间在那个本论里面，但是结论的时候，哎呀，聊中公聊了，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起来。其实那个结论是很非常重要，可以讲了一大堆，你要弟兄姐妹做些什么，所以呢，你已经就好像过桥，你不可能没有过到完的啊，
过到一半不可能 OK、啊、那个人 要到那个桥头了，你说哎呀来走进来啊，好来跳不可以来白了不可以去搞路啊OK， 不要这样子，要 给他正确的指引、okay、接下来借论乃力量所生，讲章的目标就是要把听众带入结论里。嗯 OK， 目标就把人带进结论里面。来，我们看第五，讲章的平衡设计，支柱分段要点。支柱就是分段要点，要平衡的把主题撑起来啊，你的主题就像一个东西这样子啊，你要有东西把它撑起来的，你支持你的重点，支持你的主题。来，第一经文，给你所采用的经文。第二，这是神学，因为神学是非常的重要的啊，给逻辑，给逻辑啊，牧师很喜欢用逻辑了啊，逻辑他想跟你讲地球怎样围绕啊，太阳什么都是用逻辑跟你讲的啊，你讲到人的构造的时候他们没毛啊，很喜欢的逻辑性比较能够说服人、啊、应用 OK， 应用也很重要啊，就好像你现在的人已经被圣灵充满了，那么怎样应用在生活里面呢？在圣灵充满了明白吗？这个是现在的教会的问题来的，只是带人家信耶稣不了，没有带人家上天堂，也没有带人家活出那个圣灵的大能，是不是 OK？ 所以记得牧师的重点就是这样子，牧师要教导，然后要很，如果你的应用很能够很仔细的话呢，就能够帮助到他们了。就像赵隆基牧师他讲他的四度空间的教导，就是思想啦、梦想啦、言语啦、信心，这是很实际的教你怎样去做。那甚至赵隆基牧师呢，他说你要的祷告全部写下来，每一天宣告10篇20篇宣告啊。他讲到一个见证，就说一个姐妹很爱神，她要一个对象，但是没有，我祷告了这样子没有，所以牧师就跟他说你。把你要的对象全部写出来，写 all bad， 主哈咪，谢谢，每一天宣告，然后宣告祷告，而不是宣告，不是宣告我要那个，而是说祷告，不是祷告，我为这个东西祷告 ，OK， 然后就在短短的一年里面，哇，他真的是找到他的对象了，啊，在结婚的时候，他拿起这个他的祷告，他宣读，然后撕破，上帝已经答应他，已经成就了。明白吗？所以讲方言也是啊，你一直要操练祷告，你要为什么祷告，你就要坚持把它写出来 OK。 那有时候我们太多的祷告，就是今天祷告一，然后明天忘记了，上帝也没有成就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没有坚持。来，在哪里啊？第五立证。 OK， 第五就是立证啊，立证是最难的事，很难，为什么呢？这是你的经历来的，这是你的经历。立证确实是用你的见证，如果是牧师是比较容易咯，啊，如果是牧师嘛，比较容易，他整天去探访人嘛，为人祷告，然后就有一些神迹发生，就能够说服人。那立证也可以用别人的啦，也可以用别人的，不过尽量是用自己的，尽量是用自己的。因为如果没有办法呢，就可以去参考，像我买了几本，三本，都是很多例证啊，很多那些故事啊，也帮助那些对众能够明白。第六，意记。像我问一下，好像你讲你买那个书例证啊，然后你听你的教会通常别的牧师也跟你买一样书，不要紧的，就是有我们讲一样东西。对呀，对呀，你讲对呀，对呀，你看了，你觉得哪一个比较讲的比较重要啦？有些例证啊，尤其是教来的讲员啊，不是你在那个地方，不是你一定知道啊，你用过。有些人家叫你
你忘记了你的情况啊。哦，你是说哦，你怕重复是吗？不要紧的啦，其实。是啊，你有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有一个啊，有一个啊，刀。你怎了？笔记。第六啊。笔记啊，帮助人家记得。给，这个简化了你的大纲，不要放太长。给你的啊结论也是不要太长。第七是最难的，感动。我改好了，好。你能讲到一篇，我改好。感动，好几个字啊。基本上都不错。看我圣灵运行。我记得有一次不了，在神学院上讲到，全部能哭。哇，哭好。我们要，你叫我们哭。我也有感动。那个招永基来的时候啊，试过。那个时候我来四年级。四年级也会感动吗？会。会讲什么？啊？他讲生命的东西咯，然后讲咯，讲，我一直进，一直进那个脑袋哦。当年去了三门，我三门回去。所以你们记得啊，感动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要把感动放进去，可以想什么见证，我记得放进去。那一次哈，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我头痛的，我还小啊，那我为什么头痛睡不够啊？给第八日尾声啊，给有尾声的主题了哈，啊，最重要你们记得感动，如果你们能够，你能够做到这个呢，真的是很好。因为整篇信息可能能忘记到完，就是记得你这一趴，哇，很感动的一幕。那么人家就觉得哇，这个信息不错，有领受。OK。第五，大纲的原则要完整性，由大到小的范围，有清晰的次序，例如基督的单子。大纲一，哎，大纲一啊，单自己的单子。大纲二，当别人的单子，当自己，第一个是当自己，第二个是当别人。OK， 自己有自己的责任，就要担，然后才能够得到别人。OK， 就当别人的单子，也协助别人呢，好。那么说理，就是从自己到别人，以基督的爱担当别人的担子，更进一步的担子，就是基督的担子了。应用成熟人才会担当基督的担子，想到别人或者俯视宣教，明白啊？后面第二，过去现在将来，从时间的角度呢，可以分为过去现在将来。例如主导文第一个大纲是免我们的灾，过去现在以后，上帝要免我们的灾，自用的饮食过去现在将来，上帝 也要供应我们。第三，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过去、现在、将来，我们都不要遇到试探，都要远离试探。要写什么？啊，不用写。所以他有免我们的债，然后日用饮食，然后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有程序的。OK。来，第三，三位一体，父子圣灵的表现的工作，例如上帝的能力。大纲一，父神的见证。第二，基督的见证。第三，圣灵的见证。好，父、基督、圣灵，哎，看到吗？看到没有？父、圣灵、父、基督、圣灵啊，它是有程序的。Okay， 第四。是福音中的大使命，例如教会的大使命，
在马太福音的是什么呢？这边是要写几章几节吗？嗯，这个马太福音那边没有，没有写王权的服从啊，王权啊，嗯，王权的服从。好老派王啊，好老派王权的服从。后面写信徒应服从命令啊。马可福音是布道的动力，唯有福音才能使人得解脱。福音的动力啊，布道的动力，布道的动力。第三，路加福音是讲到恩典的福音，别辜负神牺牲恩典。然后那个约翰是第四啊，荣耀的职分。所以你看他的大纲啊，荣耀的什么？荣耀的职分。他后面有王权的服从啊，本格多的声音。这后面这些王权的服从啦，布道的动力是他自己归纳的放下去，他主要是在前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是这样子排下来，哦，是有程序，啊，你不要放约翰，然后呢，转转你就路加，然后就马太，然后才马可，就他就没有那个次序了。来 B， 和谐性，使人觉得整个大纲是彼此和谐。例如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例如三个仆人的比喻，然后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三十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真的。是英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OK， 所以呢这个是什么？交给他们是交托，所以呢第一呢是 trust， T-R-U-S-T T-R-U-S-T T-U-R-S-T S-T 啊，他的华语他就写受托，享受的受，托福的托啊，手这边的，然后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啊，然后巴拉巴拉，然后到后面呢就是讲到给神给他们一千，你看他是怎样写？两千。哦，对了，我写错了。OK。这样写可以吗？可以可以，这样子可以。可以啊。那这边写的可以啊。你的也对，你的也可以。两千、五千、啊，这是交托了哈，收托了，神给你收托了。所以呢，这个第一大纲呢，是在十四节到十八节喽。那么第十九节他讲，让我们来看过了许久是不是好，第十九节过了十九许久，然后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就讲到什么呢？时间，时间的问题了。所以第二是写 time， time 是最一间的，时间观念，十四节到十八节，时间观念，时间观念，时间观念，仆人怎样使用这个这段时间呢？哦，有一些拿，这里讲到五千的拿去栽种啦，做生意得到，然后两千的也有，一千呢反而就把它收起来了。OK， 太。第三 ，cash。第一个境界是十四到多少呢？十四到十八。
18十四到十八。我这里没有写，你自己放。哦，好像给十九到多少？十九是时间观念呢，哈哈。十九不了，还没要交票。十九不了。十九不了了。还没交票。十九不了，另外是十九。这个，十四到十八。Hello。十四到十八的，那是十九。OK。第三 test T E S T 试验的时间，试验试场次的试，看他们是否有中心哦。所以有看到5000啊、2000啊、1000，他们是怎样用他们上帝交托给他们的东西？试验的时间啊。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大纲啊，他有 trust time test。然后从英文，它有押韵。说那个它是是讲到他们讲十啊。对呀、啊，你看这样是吧？20到30。没有没有，20到26吧。20到14。20到24。然后剩下来，剩下是讲到主来的审判，他跟那个你可以做结论，明白吗？因为这里他是讲到试验是否中心嘛，他们怎样用那个1000、5000、2000。哦，最后那个是讲到22节，最后是讲那个大概。审判的也是来之后才审判的啊，审判他们总是不总是那结论呢？所以你这篇讲章你就已经有这个3个大纲了，3个仆人的比喻哦，你已经有这个主题，那可以讲了啊。二十八，二十，马太福音19章。马太福音19章。四到六。来，马太福音19章。他回答：造物者从起初造人的时间，当造人的时候就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些话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样他们不再是两人了，而是一体的。OK， 我们来看。第一大纲，与神关系，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给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关系。婚礼三部曲。婚礼三部曲是吗？第一大纲还没有写啊。嗯、第一大纲 ，OK， 我先给你们。婚礼三部曲。一拜天地。一拜天地。一拜天地。没有，不用一，就不用了，是写拜天地。拜天地啊！因为什么一拜天地？这个还是因为婚姻是神设立的嘛，啊，一拜天地，是不是？然后二拜，然后就是第4节，是不是？OK， 然后啊，父母第5，父母啊，第5呢？要什么拜？父母，人要离开父母，两人成为一体啊，是不是？是不是？嗯、所以呢，人要离开，不是说，二拜高堂。二拜高堂。这是我的老师写的，不是哦。拜高堂，堂会的堂。高堂就是父母。父母咯。所强调的。一拜天地，二拜公堂。三位夫妻相拜，大家好，夫妻相拜。反正你每次做人家结婚的，夫妻相拜，什么？真的夫妻相拜？那这个哈，夫妻相拜是夫妻交合，不是？还没有洞房，还没有合过，合不是？越合娘吗？阿蜜。这样子不合咯，哎呀！以前没有都不能这样合，现在时代了啦，不可以的，不可以啊！以前的时代，反你，夫妻相拜，那时代了，那不然你看叫伟东这样子，姐姐，你我没有支持，你老公在那边一直说磨香磨香，哈哈，照例我，可以第4堂课，单元4啊。
当然是我们是讲到那个讲到的引论本论 OK 引论要怎样本论要怎么样引论有什么方法第四啊第四我们讲过了我再重复一下简单跟你讲引论呢是讲到你用什么方法和它一些的原则啦、引论你可以解释题目啦之类啊吸引人可以引论就是吸引人然后本论呢就是有那些内容咯你要解释然后解释你的内容然后有一些例证论证然后讲应用现在第五的时候啦第大年五就是讲到的结论与准备停讲到了讲到的结论的准讲到的结论与准备那么引论呢它的贵呢贵在哪里呢是贵在兴趣那么结论呢是贵在力量而且能够使人觉知、okay. 然后这个结论呢你要有一个概念可以拿观念有一个观念对整体的这个讲道有一个观念然后要讲到心态可以重复一下的观念重复一下的心态然后要做些什么可以这是结论啊所以呢结论你要把它背起来因为它很短不了可以把它背起来来一讲到的结论成功之 A 成功之要素结论应该简单OK 结论应该简单一点已经足够了、okay? 越能集中在一点就能越能够打入人心OK 第二结论应该对人不是探讨原论而不是探讨一些原则啦 OK 那对人要做些什么呢就是要鼓励啦要劝勉啊之类然后带来鼓励因为要完了可以不要让他们低着头回去第三结论应该短小短而精彩如果你能够用四个字表达出来是最好越短越好了啊要精彩啊可以放些格言 OK 然后谚语啊之类的你自己去想啊第四结论应该积极积极啊就讲到神的大能然后传递神的大能鼓励他们信靠那么要给他们有一个盼望 OK 第五结论应该要有力不一定要大声喊有时候可以沉静下来你讲到一个高潮的时候你就静下来不一定要讲个不停第六结论应该熟背背起来不要看讲章要熟背起来熟背啊第四应该是什么、啊、第四应该积极、积极、然后要讲传到要传递神的大能呢然后要带给他们信靠给他们信靠给他们盼望鼓励他们信靠积极积极来 B 结论当注意的事项不要增加新材料只要呢加强印象就可以了然后不要讲客套话不要讲太多的不要讲客套话只要加强什么印象加强印象对然后别讲客套话基本上呢关键就是呢你结论你是代表神劝勉他们鼓励他们第四呢最后一点就是最后一点明白吗你当你讲讲讲了最后
你就要准备结束了，你不要拉到 UFO 那里去，不要讲到啊咖喱鸡啊毛那样子，不要讲到这边去啊。就最后一点，就最后一点了，人家等你结束，如果你还讲不完，人家就不耐烦了。第五，不要太仓促的结束，不要太突然，突然间断去，突然间好像没带你啊。OK。第六，人心开放就可以收割了。所以你要准备，你在讲你结论的时候，你要准备，你要注意你的会众，不要怕，要看他们是不是准备好，然后要收割了，要呼召他们了。所以呢，你不要再讲故事了。如果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OK。那么结论呢？结论呢，也就是说呢，告诉神说，神啊，现在就是你做工的时候了，我的工作做完了，我应该讲了，我讲到完了啊。结论，神为大家 your turn 啊，神你来运行，来充满，来释放。来安慰，来造就，来更新。所以那个适当的结论那边，就是告诉神说：“神啊，你来做工。”适当的结论就是告诉神。啊，适当的结论还没有，适当的结论还没有，准备了没有？好了没有？给啊，适当的结论来。第一，提问，反省，反省，提问，反省。提出一个问题丢给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丢给他们，反省还是反省一样的，反省提出一个问题，可以提个什么问题呢？结论有什么问题？你提出的问题不是一个神提出一个神学的问题，但是提出这个问题主要让众人有一个推动力去行动。第一个问题呢，我给他们，那他们就自己想啊。啊，给他们去想。然后你不要给他们只是想罢了，是这个问题就是基本上是要你去做了。那好像我这样。你觉得不要信耶稣可以吗？可以，反正吧。你觉得不要爱神可以吗？你觉得奉献态度怎样？你来了，你可以想更好的，可是这个态度还不够，你要带出一个问题丢给他们，也是说这个问题不是个问题，是一个答案来的，就是说间接是要你去做 ，OK。第二，重温要点，就是牧师所做的，他喜欢再重复一下 ，OK。我们的主题刚才什么？第一什么？来，第二什么？第三什么？是牧师重复要点。可以重复要点。第三，引用名句，用一些名人的话，用一些名人的话，名句，有啊，你看我一本书，很多讲到，你被神给你十字架给你神，他一直用着。我来讲不啊，他的名言来的，我忘记是谁讲的，神给你十字架，去背。但是十字架给你神哦，就很深刻印象。那但是这个东西只是格言啊，它不是一个真理，也不是所谓的圣经的话，是你这个领受你自己认为这样子。哦，所以就变成那个人的名句了。对啊，所以他们写了谁的名句，所以名句有一些有时候你要明白啊，那个人上下文的讲什么。好像你讲到你的上下文讲的，然后你带出一个名句一个格言，因为你的上下文呢，不是只是神给你十字架给你神这样子，你如果单这句话你就不明白了啊，所以你有上下文讲，然后你带出一个名句。第四，结论呢可以呢怎么呢？讲个例证，可能放一个图画，他们就来的例证啊，例证。或者讲个见证也可以。第五，第四个例证或者见证，以图画来结束咯。第五就是诗歌，例证或诗
第五是诗歌结束。哦，见证。啊，第四讲个见证，例证，例证要先例证。见证也可以、啊。也是可以，但是见证要短啊，不要太长，因为是结论。第六，愿什么？意愿的表达。第五是诗歌。第五是诗歌结束。意愿。意愿。意。意志的意。哦，意。意思的意，愿意的意，愿。意愿的表达，就是你要带出神的心愿是什么？你对教会的意向是什么？你的心愿是什么？意愿啊。意思的意啊，然后愿意的愿啊，意愿是什么意思？愿意，心愿的意思，心愿的意思，意思的意，意啊，哦，意不对，意思的意啊，嗯，意思的意，嗯，愿意的，我的心愿，第八，心愿的表达，给第八，第七还没有讲，提供的方法。提供方法，告诉他们 OK， 你们要。现在我们讲呢，二十分钟敬拜神，接下来二十分钟呢，就方言祷告，读经一边方言祷告一边读经，然后接下来二十分钟就是操练方言祷告，那你要有教他们讲错喽。朋友，我们要传福音，所以这个星期呢，牧师有布道课程，你们要来讲次啊，要教你讲讲，讲扫地来的，啊，不是，不只是讲道。第八，没有结论，没有结论，没有结论，为什么没有结论呢？就是你已经讲到，你已经第四个三日大纲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边哭了。我的结论就是你，怎么子？就是说那个糖，那个刀很感动人。啊，很感动。通常没有结论的是比较很感动的时候了，不再讲结论，大家已经很深了，深入在心里。比如说你讲到啊，神会复兴我们，我们要准备什么？讲到很感动了，所以接下来结论怎样呢？我不知道。就是你们去做了什么，怎么意思？或者是黄金停顿，啊，是意思是，你讲到那个时刻，哇，很受感动，就停了，不要再讲了，已经够了。第二，讲章的准备，来，我们请 Esther 读。整个人生是为讲道而预备的。嗯，对。OK。哥罗西书三章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他用这个字。OK， 我们已经死了。基督同藏在神里面，我一生就是我们的奖章。每天固定时间的灵修生活，来，主任第三。第三。对圣经和神学应该有系统的研究。嗯，所以第这个是你们，我帮不到你们的，这是你们要去研究一下神学。啊，神学不是不是很完全，不过你应该明白就去明白，不然你就变成异端了，我讲错了就不好了，会讲错了，我会讲错了。也得有材料的收集啊，书中的划线，电脑的归档，生活的随录。是你的见证啊，意思啊，看到什么就把它收集起来。第六，讲员要选择讲题，先明白会众需要，然后祷告思考才开始选择讲题。
第三，讲道的方式。第一，宣讲。是一字不漏的传讲。这是早期牧师的方法。宣讲是怎样子呢？写一大堆，然后讨功。没有。宣讲。有一些人曾经有这样的慕道家带来复兴，他只是宣讲真话。他聊了，对，经常受不了，这样子。OK。那么他有好处有坏处啊，好处就是有信心，哇，全部都在这里嘛，几个人没讲都没讲，不用怕你讲错。然后短处不好呢，就是他的依赖性比较强，依赖没有国专美工，哦，这是要操练的。第二，背诵也是一字不漏的，然后把它背起来，记在你的。不要采用某段经文来指责会众。可以啊，这是不要人身攻击这样子啦，指责会众啊。有时候你可以。是啊，下个星期不来啊。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子做啊，他们很感恩，是这样。你再拿起那个麦呀。几百了，你喜欢谁就那个。顺了。那你过两个那星期，那个人没有摘啊。没有，他就是一直射到你死架。以前我们有试过当场走出去。是啊，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当场走出去，好像公事私办一样。他这个还要很小心，因为他敏感了吗？可能神要他讲。神要他讲也，神要你讲福音啊，不是一直在骂人。不能骂人，你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啊，你一直在口水吹那个人嘛，私底下跟他谈嘛，对对对，拿那个福音来变成武器了。对呀，不要骂人，除非的，除非带着上帝的能力了。OK， 偶尔啊，除非你是这个，我觉得上帝的能力啊。骂人呢是有所福利的，我都是每次都这样啊，会习惯去了嘛。这个人我不需要，那我就来了。要很小心，要很小心。你自己会知道的，那个讲的人啊，自己会知道的。多一点就好了。是很暖意的，很少多两点两点是没有说我来，会让一个反感吗？会很反感的。听过牧师讲到，他你是从森林来的，他会哭的；你是从你来的，他会走的。对吧？还很生气。有位牧师他讲到，他是这样讲的：他每一次主日的他都讲到了，但一开始的时候他就会讲了。我们来到，所以你用词是 number four， 名词要同义，要同义啊。名词要统一，就是你的大纲有那些，讲讲，好像你如果是讲到上帝，你讲上帝哦，你不要上帝了，然后讲到中间的时候又神，突然间又耶稣，然后又神的儿子又乱，那搞在一起了没有？乱的解析。第五，常改进。你要常改进啊，这你要 improve 哦，所以有录起来是很好的事情的。你讲到的时候，要多用、多阅读、多查字典，看人家改进啊，常改进，改进的进步的进，改进。OK， 第五步道的讲，步道会的讲章，步道是关心灵魂，宣扬上帝的道。是从你的心关心间，哦，不道不是为了讲道，全体通力合作来说的，这是群体的。Okay. 第二，不道会不是教会的节目，而是教会的本质。一个不举行不道大会而经常宣讲上帝之道的教会，已经在举行不道会了。所以你们被派到。把你布道讲道，所以你们的心要准备，要关心那些的灵魂，要渴慕常常去讲，一个月讲四次，
OK， 不是。第三，布道会的成功绝不是布道家的成功，是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下与神同工，一起收割庄稼，才是布道的精神。所以你不用怕，因为圣灵与你同在。阿门。A 布道奖章，奖章设计需有，人的需要，非信徒的观念。Okay? 想一下，人的需要，非信徒的观念。所以你要明白非信徒他们的观念，为什么他们不要信耶稣？为什么他要信耶稣？你要知道，他们的需要是什么？观念。你想到耶稣这样好，所以你要懂得去介绍，好像买产品这样子。但是我们不是卖产品的，卖耶稣，卖耶稣，也不是卖。然后开头的时候呢，要引起共鸣咯，引起共鸣。只要引起共鸣很简单，站在非信徒那里的立场来想，然后你讲，就好像说，哎呀，我们人生常会遇到家庭的问题啦，经济的问题啦，这些都是。跟他们有能够达成共鸣的一些话题，一些理论，然后没有属灵的俗语，行、okay? ，没有，不要讲到，接下去啊、没有没有，接下去就是没有属灵的俗语，俗语啊，没有属灵的俗语，我们信息呢要简短和幽默，灵，嗯，什么是没有属灵的俗语，什么俗？Number four， 名词要同义，要同义啊。好、嗯。名词要同义，就是你的大纲有一些讲讲，好像你如果是讲到上帝，你讲上帝哦，你不要上帝了，然后讲到中间的时候又神，忽然间又耶稣，然后又神的儿子又乱，那搞在一起了没有？乱的几时？第五，常改进。Okay, 你要常改进啊，是你要 improve，、哦、所以有录起来是很好的事情的。你讲到什么？你要多用、多阅读、多查字典，看人家。常改进啊，常改进的进，改进的进步的进。进。OK。第五，布道的讲，布道会的讲章，布道是关心灵魂，宣扬上帝的道，是从你的心关心先。哦，布道不是为了讲道，全体通力合作来收割，这是群体的。Okay. 第二，布道会不是教会的节目，而是教会的本质。一个不举行布道大会而经常宣讲上帝之道的教会。已经在举行布道会了，所以你们被派到巴黎布道讲道，所以你们的心要准备，要关心那些的灵魂，要渴慕常常去讲，一个月讲四次，可以不是。第三，布道会的成功绝不是布道家的成功，是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下与神同工。一起收割庄稼才是布道的精神，所以你不用怕，因为圣灵与你同在。阿门。A 布道奖章，奖章设计需有，人的需要，非信徒的观念。OK， 想一下，想一下，人的需要，非信徒的观念。所以你要明白非信徒他们的观念，为什么他不要信耶稣？为什么他要信耶稣？你要知道，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你想到耶稣这样好，所以你要懂得去介绍，好像买产品这样子。但是我们不是卖产品的，卖耶稣。
卖书有鸡卖。然后开头的时候呢要引起共鸣咯，引起共鸣，只要引起共鸣很简单，站在非信徒那里的立场来想，然后你讲，就好像说哎呀我们人生常会遇到家庭的问题啦，经济的问题啦，这些都是跟他们有能够达成共鸣的一些话题，一些理论。然后没有属灵的俗语，行、okay? 没有、不要讲到下去、没有好，接下去接下去，没有属灵的俗语、俗语、没有属灵的俗语。信息呢要简短和幽默，没有属灵的俗语，就是一些圣经的原一些词啦，恩典啊，没有，意思就是微信都不讲恩典了嘛，没有什么好说、啊，所以你要，如果你讲到这一方面的时候，悟到的时候，只要你要解释什么是恩典，属呢、啊？嗯，里面是什么？属灵的属嘛、啊，嗯，哈、啊，属灵的属，嗯、啊，对的。我不会写简体啊，写正啊。逼不到讲道，还有呢？讲言讲道。没有属灵的俗语，想一下，没有属灵的俗语或什么？嗯，信息要简短，信息要简短。然后不要，就像牧师所说，不要批评了啊，只讲耶稣的好。要简短啊，嗯、信息有幽默啊。精彩啊，因为他们没有跟你讲属灵的，因为他们是非信徒。幽默，哎呦，是幽默的是啊。来到这是我的需要，默也要下幽默下，帮助。幽默，默默无言。OK。幽默的幽默，简短的哈。幽默。幽默。心字旁。这个心字旁。幽默。心字边来的。嗯。什么会写的？又不会写。行啊，什么又又不会写？什么会写？那这是什么？又是不是这样？啊，对啊，对了，很好，打开了。对，写对了。又混了又。来逼不到讲道，讲员讲道要有理，又说服人。要有理由的理啊，理由理，然后要能够说服人，而且要有坚定的信念，要有信心，要有理，要有理说服人，有理说服人的什么？有理，要有理说服人，然后要有坚定的这个信念，要说服人的坚定的什么？坚定的信念，嗯，要坚定的信念。说服人也，说服人他们，要坚定，坚定啊，要有坚定的信念的坚定。这个很重要，这个邀请人的决志的时候了，邀请人决志。哪个？哦，要信心。会众态度预备啊，要预备啊，会众的要预备预众啊，会众 ，OK， 你的结论你是要预备他们啊。这是神圣的时刻啊，讲员，当以最虔诚、慎重的态度来处理吗？好，所以结论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中间你可以开玩笑，啊咿哈，结论的时候你不要开玩笑。结论的时候是要呼召的时候嘛，上帝在做。第二，决志的方法，叫我们举手啊，谁要信耶稣？就是说谁要信耶稣，你这样子问的话，可能的，鼓励你要信耶稣的举起手，或者叫他们走出来，但是最好有个人陪他们出来了，或者是你讲，陪我们一起祷告，来决志接受耶稣的祷告。请人决志时要有信心，诚恳。很真诚的，很诚恳的，然后简明，而且要有耐心。两个人闭上眼，不要勉强，然后要依靠神。
觉自己要有信心啦，诚恳耐心。那第四，反应若不好，哎呀，讲唔讲啦？你话没事，还是无人回应。那么你就不要流露出呢失望的那个状态了。第五，人有人未节制，那么你就要留个美好的印象给他们，留个好的印象啊，不要避他们。OK。然后，完了，可以考了。回去。